好华语乐坛的大咖如云，有一些歌手一开口就直接赢了，因为啊没人能超越，他们被称之为国家队歌手。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武汉我的天堂，武汉。腾格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蒙古族歌唱家，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，最受欢迎的《天堂》被大家熟知，之后也是挑战各种类型的歌曲，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在某节目中，61岁腾格尔在演《天堂》，超强感染力让张杰共情落泪，网友太震撼了。首的节目中，开场祭出大杀器《天亮了》，凭借精彩的表演获得第一名。后面选歌风格多变，显示出扎实的音乐素养。直到总决赛，凭借着自己代表作《天路》获得最后的总冠军，也是当之无愧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。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，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他们笑了。你上逼死歌唱家呀，这是再来一个耳朵。好，来，多少句话，还可以上，还可以啊，可以了，我输了。萨顶顶凭借一首《左手职业》获得了大家的认可，这首歌极具挑战性，其中的高音部分横跨8个高音，连很多专业歌手都难以做到。曾在国外演唱，老外都听懵了。放手那些年，多少我放下你，和张学你全部悲伤为今天一出生，一世我不爱我你。熟悉一首《忐忑》一夜爆红，不过听了他演绎的《小荷塘水》才叫震撼。这首民歌虽然曲调轻柔、空灵飘渺，但是现场效果真是毁天灭地，张韶涵、胡彦斌、孙楠都听得目瞪口呆。
是悲歌，其实因柔情相伴烈火。韩磊演唱暗香又一次让韩磊红遍大江南北，整首歌气势磅礴，充满帝王豪气，与韩磊嗓音搭配在一起，充分体现了他的歌唱实力。让心在灿烂中四起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，烈火烧不尽沧海。他们都具备了国家队的实力，一般人真不敢与他们合唱。大家觉得谁实力最强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